我以前20多岁我就开始减肥了，因为就是求学阶段都不断的熬夜，然后就会变得很虚胖，然后我都使用了许多不一样的减肥方式，比如说节食啊、饿肚子啊、饿个几餐啊，或是吃一些酵素啊，其实都没有真正让我就是维持一定的体重，直到说我喝 green， 这是真的我自己试出来的，我自己测试出来，而且我有什么问题我都请教医生。我现在都没有复胖，然后就算我吃高热量的东西，现在都不会怎么样。你只要维持3个月，维持1个月的观察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产品不一样了。我喝了1个月就瘦了10公斤哦。然后我现在一天只要喝一包，现在已经3-4个月了，我现在还是维持一定的体重，而且我也没有特别的运动，因为我很忙碌。真的，我觉得太棒了，你要试试看。